其实这个问题是非常非常当下非常棘手的一个问题吧。嗯，我觉得就这个问题我也有讨论过，跟我的自己的团队有讨论过。就毕竟你要说真的是在剧组里边泡一个非常长的周期，粉丝的诉求我们先不说，其实演员本身也是会精神上也是会很难受的。有可能在剧组觉得允许的情况下会给自己一点时间，可能一个月出来个一次，然后一个月给自己一天的时间能出来透透气，这是最好的。但如果说真的是那种工作量很大，然后但是戏份又很重那种情况下呢，我希望大家也尊重我的决定。我如果是真的决定要泡在剧组的话，那肯定是要以戏为主的，就希望大家可以理解我的想法。对，就不要说你一直泡在剧组然后也不出来。我觉得短暂的曝光跟长期的这种自己的打磨来说的话，完全不是一个同概念的事情。对对对，希望大家可以尊重我的一些想法吧。抖音